认真扫完地，快速的冲出门。哦，我今天来的地方是引导，很多很不错的咖啡厅，就是那种小的，然后还有一些书店。今天真的是很多房间，我下班，我真的超快，我速度已经很快，然后我下班都已经2:30，2:40，然后我来这已经快4点，哎，4点了。这边好像是一个应该要欺诈代券的地方，但很可惜，我就只有一个人吧。你要这样，这就是一个放闪圣地。哈，我为什么每次都会自己来这种地方？我也不知道。然后地上还有这个设计。很多人在岸旁边堆这种祈福的石塔。我觉得这也很棒，是可以看到远方，就是停在海上的一些船只。